是纯血生灵在激战，我们快走吧。好嘞，去看看，富贵险中求，说不定能捡漏。我去，不是我去，是我不去。哇，好个神一般的少年。你已败四次，还不服？是他！天哪，是一只纯血裂天魔蝶，相传其先祖轻轻一振翅就可立万古青天。不服！再来。阵叫宝术，对了，可能它就来自于日后定是堪比上古圣人、神人的存在呀！喂，那是我的口令，你怎么吃起来了？吃掉，我要吃掉，全部炼化。只想再大上两三岁。那个神一般的少年，不会是你的敌人吧？逸儿，别怕，只需要一会儿便好。娘，孩儿不怕。多留点，这东西你消化不了。你不懂，我是无敌的。走吧。走了，也别吃了。再敲我，我可要翻脸了。吃了那么多好东西，神仙精华一定很多，想尝尝什么味道？救命啊！差评，没味道。怎么回事？是百段山出口要开启了。大乱即将开始，山里的原住民外出猎食，猎食所有的外来者，很快百段山就会沦为一片血色地狱，我们得快点躲起来，赶快去跟师妹他们会合。锁地符。也不是花果山，伏地府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喂，小子，这里气息不对，我们可能进入原住民的老巢了。是那女凶手。
幸好没被发现。奇怪，他跑来这里干嘛？不管了，快溜！有什么宝贝啊？我明白了，这家伙知道原住民去围猎闯入者，嘿嘿，他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跑来洗劫原住民老巢，聪明啊！缘分呐，又见面了。不老泉，妖怪！啊！刀刀！好强的波纹造诣！这下你打不到我了吧？无耻，放手！我一直想捉头纯血凶兽的幼崽回村子，哼，就是你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就不跟你摔跤。什么？